人性本善啊，这是咱共同的观念，这是最正确的。佛陀就是安尼甲咱开始，不断就来证明人性本善，人人都有一份天真本性。这个天真本性，它就是完全无有污染，它充满了纯真，无有一点啊的恶念。人会知影，凡事啊，不管是善或者是恶，都是啊。用一点心气，这点心一生起来就是最纯真的。这个心念啊，就是咱爱时时培养，培养这份爱，这份为人，这就是真正的本性，不只是跟咱人安尼，其实呢，一切的生灵动物啊，同款都有这份善良、清净、本性，有一个真正的简单。又是真正的单纯，一段小故事。在一个山林中，一只的小狗。小狗啊，天真啊，无邪，真聪明。有一天，狗的爸爸哪叫哪走啊，不得了啦，不得了，火烧山啦，赶紧爱离开这个山林。狗的爸爸就叫着狗的妈妈，较紧，会当食的，总紧甲收入来，咱赶紧爱离开。狗的爸爸就催着这只狗仔讲：“你也爱赶紧，摕着简单的物件，赶紧，紧走。”小狗足听话，较紧摕着最心爱本子，一个袋啊，都想要走啊。但是啊，佮爬起咧树顶，摕着金蕉，袂记咧只卡袋啊，他就佮伊个狗爸狗母就冲出去啦！到到半路的时，伊讲：“我的猪，我的包啊，阿袂听。”狗爸就讲：“过性命啦，卖地啦。”他就讲：“袂用的，迄是我最爱啊，他呢，还是爱个倒转去听。”狗的妈妈就讲：“你转去听。”那要走的方向就是逆风的方向，你就平安啦。这只狗仔真正搁倒转去，提着这个包包，都开始向着逆风的方向走啦。到到半路的时，就看到一个
是真老啦，有地在小狗就问讲婆婆啊，你无紧走回来咯？老婆婆就讲我老啦，我走未去呢。小狗啊就讲老婆婆，我会当爱你走。老婆婆啊，为着性命，真正也甲打伫狗的身躯，狗仔囝就真紧就走啦。到个半路，看到一只黑刺，狗仔囝就问讲。啊、你哪会不爱紧走啊？伊就讲，我暗时才看会到，日时头都无看到物件啦，方向我唔知，唔知要对倒位走。狗仔囝就讲，来，你跳入来我的包包的内底，哇，派你走。下次就赶紧呢，安尼跳入去包包的内底啦。狗仔囝走到这条山尽头的时，就是一个真深的悬崖。伊伫遐想，要安怎？大头有一张的熊，伊的手机啊，拴足长起，会当头。到个对个，伊就甲老婆婆讲：“你爱甲我摸好掉。”伊就爱甲这只黑刺讲：“你咪会得啊得，爱咪好掉啊！”那么这只狗仔囝，它就扭着顶啊，趴着迄个熊啊。一口气啊，安尼将这边呢就害到那边，跳过去得救啦！老婆婆啊，给他这边放下来啦，就讲你真正是真有爱心，你好亲像的这座山爱的心。故事虽然啊，这是啊，一段这个山林中秀丽的生活，但是呢，咱嘛会当去解分析讲，这是一切生命啊共同所有的无价清净的本性。哪怕是在修类，伊同款有一份的智慧，同款有一份的爱心，这跟咱人是平等平等，所以咱应该爱会当知影人性本善，其实呢万物之性啊都是善啊，咱来会当。无受到这个人世间的污染，无贪嗔痴慢疑来染着咱的心，咱这片的心一定是清净的天地，咱的境界一定是真水的，亲像迄只狗仔囝，伫个。山林的内底，各种的野兽都有，有真正的柔弱的动物，嘛有真正的凶猛的动物。伊确实，不管听到什么声，
他就有迄份天地万物奇妙迄种的境界，看到一切的动作，他就是天地万物，就是这么一张水的美景。那有什么代志发生的时，他却也是会当顾及自己，利益他人。想一想，这就是真正的本性，佛性、菩萨心，或者是人性，都是共同这份嘛清净的大爱。所以咱应该爱，会当通了解，时时刻刻爱培养好咱这点的爱，爱保护了咱这份清净无污染的心嘛。所以咱爱时时刻刻爱多用心。